德老啊，你真好，德好，你是与日俱进呐。我们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他们不断的要好，不断的在追求进步。 这种精神如果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前途和希望将会是无限的。嗯，对，是。他们的招待所，啊，设备异常简单，可是打扫的十分清洁。招待所的厕所，就是几个土坑，可是装的有纱门，地下撒了不少的石灰，绝少苍蝇蚊子之类。 这些事情虽然极为细小，但由此却可以看出中共志不在小。嗯，对。你们和延安诸位领袖正式谈话结果怎么样？我们和毛先生等人的谈话大概有十来个钟头，彼此十分坦诚，也十分恳切，对于我们提出的两点主张。 他们也表示同意，那就是：一，立刻结束国民大会的进行，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无党派人士所组成的政治会议；二，立刻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并且在会前释放政治犯。请问张澜先生，民盟对当前时局有什么主张吗？ 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民主、团结和抗战的主张，其中尤以民主的主张为中心之中心。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不实行民主的话，那么一切党派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还有经济问题，以及社会的文化教育问题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蒋先生如果坚持召开国民大会， 张先生，您将持什么态度呢？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也是我们民盟的一贯愿望。那么现在，根据目前的国情来看，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它一定代表不了全国的民意。它所要做的，一定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它所谓的还政于民的民，也一定不会是 全国大多数人民代表，在这个时候，硬性的召开大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党政专权的合法化。有人说，民主同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组织，张主席对于此是不是认同？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组织，都是人们达到做人目的的一种工具。 民主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做人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做人需有必要的条件，比如说人身保障、信仰、出版及言论等自由，这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民盟虽然吸收了大量的自由知识分子入盟，但是我认为啊， 应该说，我们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社团更为准确。张主席，你能不能具体谈一下民主同盟的根本原则？我们民主同盟的根本原则就是力图阶级和谐，防止阶级斗争，以求社会和平顺遂的发展。民主同盟的主张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相差甚远。 你们怎么能够合作呢？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日，主动放弃了阶级斗争，抗战即将胜利了，他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现在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能够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民盟给予之携手，取友好的态度与之合作。 请问民主同盟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有什么看法？我们
只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并不排斥三民主义。如果国民党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即与之携手；如果国民党只是以三民主义为名，仍然行训政之实，坚持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逆历史潮流，我们绝对不合作，而且予以坚决的反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我希望毛泽东能和朱德一起来重庆，我们可以当面交换各种意见吗？毛主席很愿意出来，他曾经向赫尔利将军说过，他很愿意出来，但是他出来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辩论。你们的主张需要研究吗？对联合政府的主张，我们仍是坚持的，并且愿意为它奋斗到底。我们认为，只有民主政府才能求得根本解决。这个民主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而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啊。好啊，我们革命党就是为了实现民主的。 我所做的就是民主，不需要要求，我自会来做。如果要以要求来让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吗？我就该声明，对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我们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 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要有自己的要求嘛。如果不能直接向政府提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的说话呀。中共要求联合政府，哼，我绝不答应。真是混账！我又不是波兰流亡政府，哼。 国防最高委员会命令：一，令解放区部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第二，令何应钦所率各中央军积极推进，不可松懈；三，令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是，我马上送去发出。在中国的土地上。 接受日本投降的，只能是我国民党的部队。一切按计划执行，推进，推进，给我争分夺秒的推进。要是共军不肯原地驻防待命怎么办？你说呢？那就吃掉他。你不吃掉他。 他就会吃掉你，表老，这个是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接受投降的军官名单和地点，您看看，完全排斥中共，垄断受降权。蒋介石竟然任命汪伪要员任元道为南京的先遣司令，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总指挥。 哎，还让他负责维持上海的秩序。你看这上面写的，周佛海以总指挥的名义向上海日军提出，上海只有中央部队有权接收。啊，如共军进袭，应予还击。这也就是说，
宁可让汉奸卖国贼当接收大员，也不肯让共产党染指一分一毫啊！这岂有此理嘛！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抵抗了日本侵略军，而且还保卫了生活着一亿多老百姓的地区。如果不分配几个受降区给他们，实在是不公平。我已经以民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个。 抗战胜利声中紧急呼吁，你看看。我们承认国民党对抗战是尽了力的，同时我们也承认共产党也是尽了力的。但我们痛定思痛，我们更承认这八年以来，直接或间接为抗战而死的1000到3000万人民，以及仍旧在饥饿线上嗷嗷待救的千千万万人民，只有他们的功劳才是最主要的。 今后一切党派只有誓师为着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现在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发出最强烈的呼喊，请你们千万不要忽视。我们必须坚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同时还要重申，反对召开国大，对，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思想犯。任何党派都不得有党军等十项主张。嗯，国共两党啊，应该抓住这个历史契机。 实现和平救国嘛！如果我们的国家胜利以后仍然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统一建国，那就太可笑了。和平统一必须实行民主，这是真理。表老，我马上召集在重庆的民盟中央委员讨论。好，好，我先走了啊！哎，表老，我也争取明天一大早在大公报上发表。好，宋记者，我看。 你可以就这次接受投降一事，在你们的报纸上说几句公道话吗？啊！哎呀，这个不单纯关系到有哪个来受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的将来，由谁来保证实行民主政治的大事啊！也是为了中国实现民主的政治斗争。我写了，但是他们非但不让发，总编还把我叫去臭骂了一顿。 你说现在新闻是一点都没有自由，我这个做记者的，我真不想干了。喂，是大一周刊吗？请找一下杜崇石。 你们是什么人？川康公署稽查处的，这有什么事吗？你的大意该收场了，受降评论你看过没有？言论简直反动透顶！再这么下去，你们迟早给我关门！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不就是一家破杂志社吗？哼，大义是袍哥的杂志，人字正伦社，义字众和社都是股东。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志，还经常在你屁股底下的椅子上面坐一坐。要不，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哎，别，这是真的。 兄弟，我还是人字班的纪纲呢。<笑>我就说嘛，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也是袍哥组织的。兄弟，我是李子班的管事。嘿，八排莫学那罗成德性，不上三十二，一命归阴。嘿，五爷要孝吕善事雄信，为朋友日黄金夜斗阴。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你是行五，我是行八。 我得管您叫哥。哎，哪里，别！李子辈低人字两辈，按行规，我还得喊您公公呢。<笑><笑>来，嗯，兄弟也是奉命办案。嗯，大义这篇文章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上方让我追查，还请多多体谅啊。<笑> 大义的发起人是参政员张澜。
发行人是王白羽先生。哎呦，那兄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两位可都是龙头大爷啊，不敢得罪，不敢得罪啊！老大，我们回去怎么交差啊？还不给我滚！总座，张澜又在新民报发表了一封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民盟整天高喊“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来蛊惑人心，您看？我倒觉得，政府不妨顺应一下人心。 把和平建国的旗帜先抢到我们手里，赢得主动，道义上我们站住了脚，人心顺从，自然也就没有杂声扰耳了。依你之见，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主动权握到手中呢？不妨邀请中共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以毛泽东之精明，断不会到重庆来。只要发出邀请，主动权就有了。立即给延安毛泽东发电。是。倭寇投降，世界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仍有。 国际国内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邀请先生近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心无吝驾。您真想和毛泽东会谈？哼！我诚意发出邀请电，毛泽东不来，破坏和平的责任。 主席啊，蒋介石发来电报了，邀请主席去重庆谈判，大公报还发了社论了。哦，哈哈哈。既然蒋介石居城相邀，七共商讨，那我毛先生自然是不吝一行，以定国事。这个蒋介石啊，是把破坏和平的球踢给了我们呢。 蒋介石是玩弄和平的花招，虚张声势，将我们的军呢？来啊，朱德同志给蒋介石的电报发出去没有啊？已经发出去了。按照我们政治局讨论的内容，要求蒋介石撤回8月11日关于只准中央军受降的命令，并且提出了我们的6项要求。以我个人的名义。 致电给蒋介石，等他们给朱德同志回电表示意见后，再确定我们会不会面的问题。好的，我马上去起草电文。命阎锡山部主力第19军。 协入上党地区，明湖宗南、孙连仲、李品仙部分头沿同浦、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北推进。是，报告。
副院长，延安毛泽东来电。毛泽东已答复并接受朱德的要求，为会见的先决条件。看来他们是拒绝会见了。麦克阿瑟已经下达了日军向我国民政府军队投降的命令，同时我们已经签订了中苏条约，保证苏联援助的中国唯一政府是我国民政府，中共已经无法与苏联配合作战了，日益孤立无援了。我们手里有了这两张王牌，就掌握了全部的主动。立即给毛泽东复电，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神往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缅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受抗战之节，深有赖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对于朱德电报中提出的六项要求，如何处置？你就答复，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中共的要求是对盟军的规定倡议议。是，我马上起草电文。总座，那我也告辞了。主席啊，蒋介石发来第二份电报，中央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称我们要以事实来证明无异于内争，如果不去重庆便是内争。报告。进来。委员长，夫人，中共发来第二封电报。你从中央社20日新闻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觐谒，特再持电奉邀，务请会诸为感。再发第三封电报。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需与毛泽东面商决定，时机迫切，请他与周恩来一起来陪读。我已经准备好飞机去延安迎接。我马上起草电文。慢。夫人，把我们这三份电报在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要让国际国内的舆论都知道我们的委员长对和平情真意切。按夫人说的办。是。夫人不仅是贤内助，还是政治家呀。毛泽东他要是真的来了呢？毛泽东如果真的敢来，也就不用我发第三封电报了。大林，你和毛泽东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对手，难道还不了解他？此人办事一向无法无天，如果他真的接受邀请到重庆来了，你该怎么办呢？夫人还真把我给问住了。我现在所有的精力是在于安排用美国人的运输机大海轮运兵调集我的部队，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谈判的事情啊。已经开了整整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了，听说争论的可厉害了。我就不同意毛主席去重庆，要谈判让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就是嘛，就算谈不成要打仗，战场上见高低。是啊。小鬼。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快到西边窑洞里给主席拿两包烟来。
周副主席，会还没开完。今天恐怕要熬夜了。哎呦，出来，你怎么来了？快请坐。周副主席，我是受范文兰和她的夫人戴冠芳女士所托，也是代表延安的广大干部和民众，请您一定劝主席，重庆去不得呀！蒋介石其人，反复无常，不讲信义，是有历史为证的。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啊，那李济深就被软禁在南京汤山。1931年，又因约法问题意见不合，又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汤山软禁。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是有去无回，被囚禁至今呐。主席乃一党之领袖，此去重庆无疑是赴鸿门之宴呐。吴老，请您放心。啊，您先回去，我一定把您和范老的意见转达给主席。好，拜托了。嗯啊，拜托。蒋介石把这三封电报作为重要新闻，在中央日报上全文发表，一下子把舆论重点导向了中共这一边。这一招真够毒的。毛润之肯定不会上蒋介石的当来重庆。蒋介石可是个背信弃义的人。1936年西安事变，张汉卿送蒋介石回南京，由宋子文、宋美龄和外国人端呐做的连环保，保证张学良能够安全返奉。可结果呢，到了南京一下飞机，蒋介石就来了一个翻脸不认账。至今为止，张学良已经被囚禁了快10年了吧。谁能保证毛泽东到重庆来之后能够安全地返回延安呢？嗯，蒋介石五次围剿，眼看要把红军逼上不归路了。毛润之是敢冒天下兵家之大忌啊，硬闯雪山草地，此功能见人所不见，又善于异想天开，胆大包天呐。委员长，委员长，正如您所料，自从第三份电报发出去以后，国内外舆论纷纷赞扬委员长和平建国的诚意和决心。您看，这回就看毛泽东如何动作了。马上请美国大使赫尔利，再由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陪同，再带上中央日报的记者，乘专机去延安促驾。是，我马上安排。回来再请中国战区司令官威德迈将军亲自给毛泽东去一封邀请电。是。委员长，这次您又把毛泽东逼上了绝路。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和政治局的七位同志和若飞同志商谈，决心回答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争取全部的主动权。要充分的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但签字之手呢，在我。我们要做一定的让步啊，要是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蒙，准备做班房嘛。啊，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准备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回太行。啊，你告诉他们，今后啊，我们要向日军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让他们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他们要是打得越好，我军的胜利越大，我就越安全，谈判就更有利，别的法子也就没有了。要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呐，只认得拳头，
不认识礼让。哼！哎呀，这鬼天气是又闷又热，真是叫人喘不过气来呀！世事多煎熬，心静自然凉啊！表老，你可真是沉得住气啊！表老，特老，哎呦，你好，你好，徐先生，先生啊，哎，好，来来来来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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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正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好好好啊，我来啊，是向二老奉告特大喜讯的。哎，徐先生，你说，啊，毛主席已经从延安起飞，今天下午3:30左右就将到达重庆，前来参加国共和谈啊。哦，哎呀，好好好。你是说毛润之先生真的要来啊？是的。哎呀，真是难得难得。表老，因为考虑到国民党方面随时会发生变化，所以我就没有事先来告诉您。啊，我理解。现在时局多变，风云变幻，一切以小心谨慎为上啊。啊，那二老你们就用餐。哎，诸多事务我就先告辞了啊。坐一会儿吧，这么快就走啊？好，好，好，再见，再见。慢走，慢走啊！再见，再见啊！好好好，二老留步，慢走啊！好，好，留步啊！哎，真是难以思解，毛泽东居然敢深入到虎穴里来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毛润之是善于出奇制胜，敢常人所不敢。中共这追求和平民主之心，可见一斑呐！赶快通知在重庆的我们民盟的盟员，马上到机场去欢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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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心头都要缓一好啊！哦，要缓，要缓。哎，哎，这饭不吃了？哎呀，留到晚上再吃。好，好，好，留晚上吃。1945年8月28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回来了，毛泽东真的来重庆了。是啊，果然被夫人说中了，他这个湖南辣椒不是等闲之辈。也好，既然敢来，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夫人请。在机场，毛泽东对民盟的张澜等人十分热情，好像认识已久。毛泽东这是在收买人心，张澜又一贯是多事之人，让戴笠严密监视民盟和所有在野党派的一举一动。戴笠已经在特员对面的康庄四号设立了秘密监视点，24小时值班，请总座放心。还有周恩来住的曾家堰50号都要给我看住了，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是。局座，客厅没人啊。都给我听好了。值班时间不许喝酒，更不许睡觉，不许私自出去晃悠。我们直接听命于委员长的指挥，谁要是误了事儿，趁早先把你们各自的脑袋割下来，免得老子费事儿。那套窃听装置带来了没有？带来了。好，赶紧把它装进特员里面去，最好是装在张澜经常开会密谋的地方。怎么装啊？特员不是我们的地盘，进不去啊。笨蛋，你白天进不去，晚上就不能进去吗？不能化妆就不会翻墙头？平常你们个个撬大姑娘的窗户，爬小寡妇的门，
不都挺在行的吗？要紧关头，别给老子装穷，听明白了没有？是。是个窃听器，窃听器，他们把这窃听器都装到特员里来了啊！哎，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蒋介石最怕的就是我们民盟和中共之间的来往，用这种雕虫小技来窃取情报。哼，那这窃听器怎么办啊？我看咱把它砸了吧。哎，别砸，先生，把它交给我吧。他们不是喜欢听吗？那就让我来处理。哦，对了，先生，这些天四周增加了很多特务，他们有的化妆成卖皮鞋的、卖报纸的，还化妆成讨饭的。对，对面康庄四号楼上好像还有一个秘密的监视点。是吗？嗯，要不这样，咱把灯关了，我带你们去看看。哦，好，不用，去把灯关了。嗯。嘘。哎，给你。给我。怎么回事？怎么了？哎，上当了！就是，哎，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快走！我去找戴笠，这太放肆了！你找戴笠，他也不会承认的。那怎么办呢？我来想办法。我们不理他们。谁找我？哎，裘大哥。哎，周老弟，你怎么来了？借一步说话。张兰先生派我送来一封信给你。张大人。对。别老啊，我看你这几天的心情似乎比以前好多了。啊，是啊，是不是因为毛任之来重庆了？啊，更重要的是，这次国共和谈重新燃起了中国的和平民主之光啊！偌大国家百年战乱，百姓水深火热，生灵涂炭，已经承受不了战争的苦难了。现在就看蒋介石有没有真正的诚意了？嗨，大江东去，浩浩荡荡，是非功过，
自有历史评说。但愿毛泽东此行能够有所收获呀。哎呦，周先生，先生啊，好，哎，周先生，好一座达官楼啊！啊，凭栏赏翠，神思飞扬，不知您心中的民主之将是否也波澜起伏啊？知表老者，周先生也。来来来，来，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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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你一向是会务繁忙啊，难有闲暇。今日亲临寒舍，必有要事相告。我是受毛主席所嘱，前来转告表老，明天下午3时，主席要亲自来特园拜访您。哎呦，哎呦，主席操心国务，备受辛劳啊，应该在他方便的时候我去拜访才是，岂敢劳他来亲访啊？主席的意思是要亲自来，还特意关照我。转告表老，您就不要客气了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周先生啊，我有个提议，不知当否啊？哦，请讲。你们这次来重庆跟国民党谈判是非常的辛苦，哎，能不能请毛先生和你们一起住到舍下这边来啊？啊，我看就不要打扰贵处了。感谢您的盛情啊！我看，就按周先生说的去做吧。好。一艘出巴蜀山船，路漫漫其修远兮，你迈向救国之路，而江上下需求索，你带着责任良知，你掀起民主之浪，面壁时恐怕演的是一场民主的假戏哟。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人民来当观众，看出真假，辨明是非。给山西阎锡山发电，趁其不备，给共军点颜色看看。此类破坏谈判的行为不问罪，我们双方之间的谈判就很难做到以和为贵了。你们是早有准备了？我们向来是有备无患，无论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战场上，